一条歌，咱今仔日的表演都结束，所以我要好好的挑一下这首歌，因为其实我应该还有两三首歌要唱，但是我每次来那个铁花村的时候，我都会唱到超时，所以我今天有特地带手机上来看一下时间，我大概剩下一首歌左右的时间。好，那我要来唱这首，我就不分享我的创作了，因为我今天最重要的那个新的创作已经跟大家分享。那其实很开心，我在去年十月的时候，其实我有一段比较负面的情绪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也有写了一首歌，但还蛮酷的。我在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写一首正向的歌，其实就很多时候我们在写歌创作，其实很多要写的东西，除了唱给大家听以外，也是在跟自己讲话，也同时也是在勉励自己。但是在去年十月写，然后有个雏形，然后但是我一直不满意。那很恰巧，就是在这两天也刚好完成。可是我今天没有要分享，期待之后可以在其他的场合，或是甚至下一次回来铁花村的时候，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创作。那今天我先来唱一首老歌。这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台语歌，1960年文夏老师的《黄昏的故乡》，这是在1958年的时候，原作杨三郎写的一首台语歌，然后后来文夏老师拿去谱曲，在1960年的时候发行。望着你。
我是杨逸文，谢谢陈老师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